新闻，这次是 Return Super Junior 回归预告照公开。爱豆新闻讯， Super Junior 27日早上通过官方 SNS 公开了正规八集后续专辑 Replay 的团体预告照，展现了异国魅力与氛围。4月12日即将发表的新专辑主打曲为 Lo Silento， 也是 Super Junior 出道以来首次尝试的拉丁 POP 风格的歌曲，引发期待。主打曲 Lo Silento 是包含 Tropical 节奏的充满中毒性旋律的轻快拉丁 POP， 加上多样的吉他与 Rose 电子钢琴伴奏组成。后续专辑除了收录正规专辑的十首歌曲外，还包含新曲 Lo Silento、 Me 和 You Super Duper Hop 共14首歌曲。此外，新专辑将于4月12日韩国时间下午6时通过各大音源网站公开。